浪嘿啊浪嘿啊，看这边，哎，我们长联海涛客卖的干货零嘴，现在穿新衣服啦！我们桌上的这些一一跟你们介绍。哎，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我们海涛客经典商场必买的零嘴哦。哎，像我们的小卷片啊，香 Q 有机蛋，越嚼越香，而且我们只 Q 不硬哦。然后我们的鱿鱼呢，有做成两种口感，一种是鱿鱼丝，一种是鱿鱼片，所以不管你想要吃怎样的，都多了一个选择哦。哎，接下来这几款呢，是小朋友跟长辈的最爱哦，像鳕鱼条啊、杏仁丁香、那个鱼跟尾鱼糖这几款，绝对真心推荐给你们。哎，第一个跟你们介绍的话，是我们的鳕鱼条，一口下去呢，满满的芝麻香，然后再来呢，还有我们的那个鱼，很丰富的钙质，而且在调味上呢，用蜜汁，甜甜的蜜汁整个包覆起来，咬下去酥酥脆脆的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杏仁丁香跟我们的尾鱼糖呢，是非常喜气的零嘴哦，不管是亲朋好友来家里呢聊天会的拢都赞的啦。如果有喜欢微微辣口感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错过以下这两款，我们的麻辣鱿鱼片跟我们的泡菜鱿鱼丝，香辣的滋味配上鱿鱼烘烤过的那个风味，加上辣辣甜甜的那个感觉，真的是让人家欲罢不能啊。还有啊，现在啊，年节送礼啊，可以加购我们海涛客专属的礼袋，让你送礼也可以非常的短板哦。哎，我们有这么多种干货呢，在选购上的话也是非常的贴心，所以让喜欢尝鲜的朋友都可以享有我们正当任选，超方便。不仅如此，现在连我们的海涛客乳酪丝都可以一起选购了，还不赶快老弟酒老咖阿公酒阿发，赶快下手就准啦！